抓回来再四个点的话，我也发现2块钱，他两位也是，他也是做这个也算是可以的。不是被他确实是吃到，但是他本身就是骗人的，不是他前面他刚开始不一定骗，就是已经填不了窟窿了，很多都要爆发了，然后出来再找一块钱，因为他原来那一会就是这个，那也有可能有没有就是老师他觉得他那个，因为老师刚过来这里，他没跟老师说。那就老鼠估计都会说叫不进就不做。